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把那医生控制住，才能确保完成任务我也毫发无伤。装得还蛮好看，一定也是医院的人气医生。既然这样，没有人会不想看吧。对不起了，睡得这么熟，看来很想用我的深睡香水啊。还不够。哼，好久没做这么有趣的事情了。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也没办法，我现在受着伤又无处可去，只能拿你的美照和你置换可以在这里住上一周的权利喽。只要你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听我的，你的照片我会全部删掉。你现在更应该关注你的伤，如果不定时清理脓疮，毒素就会渗入血液，会造成全身中毒。那与其自己死，拉上一个陪葬的是不是更有趣了？你要知道，只有让我痊愈，你才有生路。这个人极度恶狠，只能先取得他的信任，再想办法逃离了。我听你的。那为我换药吧。这个家伙为什么非要坐在我的腿上上药啊？好疼。没事的，忍一下。这个人他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没抱住你，不过你确实有些太沉了。这个家伙竟然还在嘲笑我。医生，你怎么还在家呀？还有几个患者都等着您呢。我临时处理点紧急的私事，今天不能去了，安排患者改天再来。您说的还真是轻巧，您是不来了，这些患者又要跟我大喊大叫了。麻烦小优解决一下吧，我先挂了。让患者等着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刚才那个男生竟然搂了艾文医生，艾文医生可是从来不会让人直接碰触他皮肤的。一直在这小房间里憋着，艾文医生也应该带我出去逛逛了。我可以陪你出去逛，但是我上班的地方还是不方便的，工作的时候是没有多余精力能照顾到你的。听起来还蛮负责嘛，那我更想看看能把病人突然扔到地上并不管不顾地走掉，这样的医生真实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？放心，我对你那些病人可一点没兴趣。走吧，就说我是你远房表弟好了，毕竟你看起来还挺老的。这医院看着还不错，这么大的医院也没什么人嘛。我们都听小优说了，艾文医生的病好了。你是第一个和医生有接触。我也是。没用的家伙。艾文医生确实太受欢迎了呢。那个人是谁啊？艾文医生对待艾文医生还是范红师啊？好难受，感觉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果然我的这个病还是没有一点好转的征兆。不过为什么这个人，这个危险的男子到底是谁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症状，要与朋友特意保持着距离。哎，兄弟，明天篮球比赛你就不准备上场吗？只是轻轻的接触就会引发病症。 Sorry bro， 我真是太不小心了。没事，就算是想要亲近的人也不得不保持着距离，而这病症的原因专业的医生也没有明确的答案，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心理疾病，只有对那个人的心结解开，我的病才有可能会好，但那心结具体是什么